度空间华语新闻，让你掌握时事动态，每天晚上八点准时送上。乖孙，爸妈，那些包裹收到了吗？我们收到了，我们很喜欢。健康幸福从 Kino Himitsu 基金开始。万众期待的 Prosperity 滋味回来了，仅在麦当劳。扫描并赢取丰富奖品，只需购买 Prosperity Burger 即可。订餐只需通过 Mac Delivery 或 Drive Thru， 简单啦。我患有糖尿病，我经常感觉麻痹、刺痛、灼热和神经疼痛，所以面对截肢的风险，但我不害怕。Livewell Metformin 证实可以有效治愈和预防糖尿病神经损伤，以让您在生活中无需畏惧被截肢的可能。Livewell Metformin。我回来了，你买了消毒剂了吗？买到了，妈，我买了 Febreze 221。啊， Febreze 不是给布料的芳香剂吗？没错，但 Febreze 现在有消毒表面的能力，它杀灭高达 99.98% 的病毒和细菌，不只是在布料上，也在硬物表面上哦。 Febreze 就是我所要的，它的味道真香啊。杀灭高达 99.98% 的病毒和细菌，也包括 COVID-19 病毒。全新 Wanda Go Class 和 Premium Class 即溶咖啡，给喜欢及时记录当下的你，需要及时全力以赴的你，享受随心所欲的你，需要调节心情的你。 Wanda 咖啡让每一个及时瞬间乐在其中，以上等咖啡豆精心打造，犹如新鲜炮制。 Wanda 即溶咖啡，及时享乐。我们神仙呢，是不可以欠凡人人情的，我一定会报答大家的救命之恩。重拾青春，好，那就变回28吧。如果能够变年轻，你想做什么？青春无限好，只是有时限，他们能不能得偿所愿？万一我们变不回来怎么办？变不回来不就更好了哦？本地最霸，恭喜发财！1月12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四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《青春回来了》播出。我们做节目的人总会希望得到来自观众的反馈和意见，更希望我们所呈现的内容能够为观众们带来价值和启发。是的，这正是我们继续努力报新闻做节目的最大动力。这当然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。就在我们为各位观众送上新闻的几分钟前，团队依然都还在继续追踪各种最新消息，非常紧凑，也非常不容易。18年来都是这样过的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接下来听一听八度空间的台前幕后团队，以及看本台看了18年的忠实观众怎么说。来看有关大学的消息，马华工会今天宣布，社会的等待期再38所发布的人在外排队的话，宣传策略是在1999年，政党利用手机短信。
刘华在今天在民众党爱奇的候选人的不是李延比，那八度空间华语新闻有多久，我就坐这边坐多久。一开始就是当记者，然后再慢。